眼下正是大学新生军训的时候，我记得每逢军训的间隙啊，教官总会让每一个班的同学表演一个节目，既放松心情，也活跃气氛。最近网上有段视频被广泛的转载，据说拍的是某大学军训期间一位女生的舞蹈表演，非常的强悍。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。在长达1分钟左右的视频中，这名身着黑色背心的大一女生竟然在军训的休息期间脱掉迷彩外套，把校园边上的路灯杆当作钢管，面对所有同学和教官秀起了钢管舞，期间还不停地传出教官拍手叫好的声音。鼓掌鼓掌！长发女生似乎受到了鼓舞，变得更加自信起来，妖娆地摆弄着各种性感姿势。拥有如此强悍的舞姿，不得不让人佩服。但毕竟这里是校园，还是注意点影响比较好啊。